一，浩文与大堂老板结婚。近日，有眼尖的小伙伴发现，浩文福站女儿号的称谓变成了"别影响我虚区的娘子"。原来是浩文和新来的大堂老板结婚了。这位老板买入了泡泡的1078件，目前正在全力更新，很快就可以登场了。浩文为了诗情画意福站队的发展，真的是太拼了，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身子。二，第一法爆几率男一上架。近日，全服第一法爆几率的男衣服出现在藏宝阁中，防御306，体魔双加66点，附加法爆几率1.19%，真的是太强了。三，新出140愤怒玉清腰带。近日，一位小伙伴虚内大发传音，展示新鉴定出的140级愤怒玉清腰带，相比于金星，玉清的价格有着天壤之别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值多少呢？四，新春翻一番喜获8本高寿诀。来自一位小伙伴的投稿，在今年的新春翻一番活动中，居然一次性翻出8本高寿诀，并且包含了许多高价值寿诀，如此逆天运气，简直是欧皇附体了。五，二狗直播秀猫，知名指挥二狗养起了猫，并且迷上了撸猫。近日他在直播当中，特地和粉丝们分享了猫咪的照片，不停夸赞自己的猫长得好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